Well, La La Land has been a global hit, and it's also making investors very happy. One of them is a relatively young Chinese company called TIK. CGTN's Feng sat down with its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Yang Qian, to talk about the film and the booming industry. 那杨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CGTN的采访。 那么《爱乐之城》从上周情人节上映到现在差不多一个半星期了，那么您对这部电影在中国目前来说的这个票房表现怎么看？ 当然，就是这部片子现在在国内的表现是我们和师门都非常，觉得是理想的状态，因为它现在已经有一个接近2亿的票房，而且持续还在上升。另外的话，它也打破了国内的这个歌舞类型片的这样的一个票房记录，所以它现在的表现，我们认为是非常理想的。那么，你有没有一个预期，就是到这部片子的这个放映期结束的时候，大概在中国的这个票房能够达到多少？我们当然是希望它越多越好。 然后以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因为它持续的口碑还在发酵，并且我们在这周末的时候就会有这个奥斯卡，因为14项提名也是让全世界都非常关注这部电影。那么相信对中国的票房也会在这个奥斯卡的颁奖典礼之后有再新一轮的涨幅，所以我们觉得上不封顶吧，越多越好。 那杨先生，您觉得你们和狮门公司的这种合作投资的模式，会不会使更多的中国投资者进行效仿？也就是说，在拍摄的这个环节就开始投资？ 当然，因为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其他的公司已经在开始和好莱坞的一些工作室，或者是他们的这个大的电影工业的这种公司来进行不同阶段、不同合作方式的一些交流。 甚至于是有一些达成了一些合作了，所以整个的这个市场上面，因为中美是世界的第一跟第二大票仓，那么我相信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紧密的工作和紧密的合作在一起，来让整个的这个，甚至于是影响到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票房工业体系，因为目前中国的成长。 之快速也是大家所有目共睹的。其实不光是我们更多的在关注好莱坞的市场，其实好莱坞也同时更多的在关注中国的市场。所以更多的合作、更紧密的合作一定是必然的。好莱坞市场怎么样更关注中国市场？比如说关注哪些方面？首先，我们最直观的影响就是因为中国的票仓体量之大，而且近年来。 就是逐步的越来越发现，中国一直处于一个上升期的这样的一个票仓阶段，而且美国的这样的类型的电影，就是好莱坞电影，在中国一直的热度是不减的，所以这几点都会使核心影响到好莱坞的公司更加多的关注，并且从另外一个工业层面来说的话，因为中国的电影的制作水平和中国的这种。 资本介入到的电影市场也越来越有热度，那么同时这也让好莱坞可以看到说，我们其实可以把更多的东西去往中国地区来进行发展。